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这个施汝为系列讲座。那么施汝为系列讲座是以中国科大物理系首任系主任施汝为先生来命名的。这个讲座呢是由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中科院强耦合量子材料物理重点实验室、国际功能材料量子设计中心、中国科大物理系以及科研部联合主办由低温物理学报承办的这个系列讲座。那么今天我们有幸请来武汉大学的吴峰成教授来做报告。吴老师于2011年本科毕业于我们的这个中国科大，然后2016年博士毕业于美国的 UT 奥斯汀，然后呢他分别在这个阿冈国家实验室以及马里兰大学做过这个博士后的科研工作。那么他的主要的科研兴趣是低维材料的这个量子物理，特别呢是在这个摩尔条纹强关联物理以及拓扑相位上做过很多重要的工作。那么今天呢他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报告题目是 Prediction and Realization of Topological Phases in Semiconductor Moiré Superlattices 让我们来期待今天下午的报告。谢谢非常感谢高阳老师的介绍，然后也感谢乔振华老师的邀请，然后很高兴的能够在中国科大施汝为系列讲座呢来做报告。今天我要讲的呢是我们近三年的一个工作，在这个半导体摩尔超晶格中我们做的一系列工作，包括我们预测了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摩尔超晶格来进行量子模拟，以及可以实现拓扑量子舞台。然后非常幸运的是呢，这些理论上设想在近两年呢陆续的获得了实验的验证。然后今天呢我会介绍这些一系列的工作，然后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今天这个报告提出来，如果之后有问题呢也欢迎大家通过邮件联系我，这是我的邮箱在这个下面。首先呢我想感谢我的合作者。这个工作呢是从我博士毕业呢基本上就开始了，就大概2016年我们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首先我要就是跟我的博士导师 Anna McDonald 呢进行合作，然后陆续有很多合作者加入进来，包括Tim 他是之前奥斯汀的博后，然后UT 奥斯汀的两位老师实验学家 Emmanuel Tutwick 和小心理，然后在阿冈的 Eva Martin 以及在马里兰大学的 Shankar Sama 和他的博士生海宁潘海宁然后今天很多述职工作呢是这个博士研究生潘海宁做的。首先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摩尔条纹呢这是一个动画的示意图。我们知道就是通过改变转角，那么把两个石墨烯这个六角晶格对到一起呢，通过改变转角呢来控制这个摩尔条纹的周期。摩尔条纹周期呢是约等于 A0 除以 theta， A0 是单层体系的晶格常数， theta 呢是一个夹角。那么这个公式呢只在 theta 比较小的时候才成立，也就是说大概在 theta 在一度附近才是成立的。这张表呢给出来是这个体系的特征长度，比如说对石墨烯而言 A0 在2.5i 左右，那么 A 摩尔在一度的时候呢大概在14纳米，而对于 TMD 体系 WSE2 比如说它的 A0 呢在 3.3i 左右，相应的这个 AM 呢也会大一些，在一度的时候大概在19纳米。这是我们这个问题的它的特征的长度，也就是说在10到20纳米左右，这是一个特征的长度。然后特征能量呢大概是在毫电子伏左右，就是说大概在一个毫电子伏到17个毫电子伏左右，这大概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空间的尺度和能量尺度。这个领域呢大家最近对大家特别感兴趣，我想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这个磨角石墨烯里面的关联绝缘态和
超导态的这个实验发现。这个实验呢是2018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小组首先提出来的。然后他们这个实验呢从最原始的想法呢，我想是基于这个之前的一个理论预测，是这个 Distracer McDonald 他们的一个预测。他们预测呢，在转角石墨烯里面呢，通过改变转角这个中间的这个mini band 它可以变得非常平，这个呢被称为磨角。在这个磨角大概在 1.1 度附近，当这个角度接近 1.1 度的时候，在转角石墨烯中的能带呢变得非常平，而在这个转角两侧呢，它的能带呢开始逐渐这个带宽逐渐增大，所以这是称为磨角，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当这个平带呢被部分填充的时候呢，电子电子之间相互作用，或者电子与声子之间相互作用，都被有效放大了，所以可以引起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像图。然后这张这一页呢，反映的是最近就是近期大家对这个转角石墨烯的一个理解。当然，这是一个示意图，在这个示意图的横轴是电子的填充数，然后纵轴是磁场，平面外的磁场。当磁场为零的时候呢，我们有关联绝缘态，在氯等于负二的关联绝缘态，然后这里氯呢表示每摩尔原包的电子或空穴数目，比如负二就表示每摩尔原包呢有两个空穴，这里有一个关联绝缘态，然后在这个关联绝缘态附近呢有这样一个超导态，这是在零磁场的情况下，当磁场增加呢，这里面首先能看到这种囊道能级。这种紫色区，然后在这个粉红色区呢，大家被这个绝缘体呢被称为成绝缘体，因为它带有一个非零阐述，而且它能够做一个延伸呢，可以被延伸到这个阐述的填充数，比如负一、负二或者负三，所以大家把这些呢认为是成绝缘体。那么这是在基本上是在零温下的一个像图，在有限温下呢，这个体系也非常有趣。这里我不展开讲了，就是说在有限温度下，这个体系呢可以表现出非常大的一个线性电阻，以及这个称为 Pomerantz effect， 中文可以翻译为一个随着升温的电子反而是固化的，就是说一般认为在高温下电子是更加无序，但是这个 Pomerantz effect 指的是在高温下电子它变得更加有序了，从这个电荷角度考虑。这是这样一个研究背景，就是说从2018年开始，特别是这个实验开始呢，大家对这个体系非常感兴趣，这里面有一系列的现象，当然这些现象我想很大一部分其实还没有被完全理解，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样一个体系，这种转角石墨烯体系它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今天会关注于另外一个体系就是这种半导体的体系，称为 TMD 体系，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这种过渡金属流组化合物。这张图呢，这一页呢展示是这种石墨烯体系和 TMD 体系它们的区别。首先是石墨烯体系，大家能看到这个体系，首先它是一个半金属，所以必须把导带和价带同时考虑。然后这里面有两个能谷，两个 valley 称为 valley， 然后有 spin 的简明度，所以对于单层石墨烯呢，我们在低能下有两个 valley 乘以两个 spin 乘以两个 band 这样的一个自由度，总共有八个自由度。对于转角体系呢，就有更多的自由度，因为它有两层，所以是八乘以二就有16个自由度。而对于 TMD 体系呢，因为它是一个半导体体系，所以我们可以把导带和价带分开考虑。比如说如果费面在这个导带在这个价带里面呢，我就可以只考虑价带这部分电子自由度，所以我的能带数目就减少了一半，所以只有一个 band。同时呢，因为这个体系有很强的自旋轨道耦合，在价带呢有一个很强的自旋的劈裂，就是对每一个能谷有一个很强自旋劈裂，所以我可以在一个 valley 呢只有一个 spin， 这样我的 spin 的自由度呢也减少了一半。当然我还是有两个 valley， 所以对于单层的 TMD 而言呢，我可以有两个 valley 乘以一个 spin 乘以一个 band， 所以总的自由度呢就减少了四分之一，相比于石墨烯而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 TMD 它是一系列材料，不仅仅只是一个材料，而是一系列材料，这样就可以呢考虑更多的不同组合，让这个物理呢更加丰富。这是我们研究从石墨烯过渡到 TMD 的一个出发点，就是物理上我们为什么要考虑这样一个体系。
这是今天报告的一个一个提纲。首先呢，我会介绍在转角抑制节 TMD 抑制节中呢来模拟 Hubbard 模型，然后在第二部分呢介绍在转角 TMD 同质节中呢来模拟 Kane-Mele 模型。在最后一部分，我会介绍近期的一个实验进展。这个实验进展呢是由是由美国的康奈尔一个小组来首先发现的。就是在这一个特定的体系中 ,MOTE2,WSE2 中呢观测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我会介绍这个实验以及近期的一个相应的一个理论工作。好，首先呢是TMD 的抑制节。比如说我们考虑这样一个抑制节 WSE2 在 WS2 上面，因为这两个是不同的材料，所以它们有一个自然的这样一个能耐的能量的不同，这个称为band offset。 这个 band offset 是自然存在的。如果我的肺面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的空穴数目很少的话，那么我的其主要作用的还是 WSE2 这一层，所以这样呢我就可以作为低能的物理，我可以只考虑这一层，就是 WSE2 这一层，而 WS2 这一层呢，它作为一个背景呢，来提供一个周期性的市场，这样我就得到了这样一个低能的有效的摩尔哈密顿量。这个哈密顿量看起来非常简单，就是第一部分是一个动能项，负 p 方除以 2m， 因为我是空穴型的载流子，所以我的动能是朝下弯曲的，是负 p 方除以 2m， 然后第二项呢是一个周期性的市场，这个德尔塔 r， 这个周期呢是跟这个摩尔周期啊是相同的，这是在对于一个 valley 的哈密顿量。当然我有两个 valley， 正 k valley 和负 k valley， 就是像我前面讲的，就有正 k 和负 k valley， 这两个 valley 呢在低能下它的哈密顿量是一样的，所以这一个哈密顿量它既描述了正 k valley 的空穴也描述了负 k valley 的空穴。那么对于这两个不同的 valley 呢，这 k 它是以正负 k valley 作为一个起始点来选择的，就是说这动量有一个选择是相对于正负 k 来定义的。这样一个非常简单哈密顿量是大家可以在固体物理的教科书里面看到，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就是粒子在周期性市场中运动。那么这个问题可以用布洛赫定理来求解，用平面波展开方法来求解，从而得到它的能带。对于低能的这个摩尔能带呢，我们发现它可以用一个三角格子上面的紧束缚模型来描述。就是这个 H0 这一部分。同时呢，当我们把这个电子与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投影到这个能带呢，我们发现我们发现有一系列的相互作用，可以有同样一个set 上面的相互作用，也可以有不同set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我之后会解释这些相互作用。把这两个结合到一起， H0 和 H1 结合到一起呢，我们就可以模拟一个在三角晶格上的Hubbard 模型，这个称为 generalized Hubbard 模型，因为我们比如说 U 不仅仅只有 onset， 也有不同 set 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来确定这个摩尔市场呢？这里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局域化的一个近似，就是我们首先来采用低信原理来计算这个能带，然后通过把没有转角体系呢把它变成有转角体系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这个周期市场在空间上分布。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具体介绍这个方法了，那么这个方法实际上首先呢是在这个文章里面提出来的，这也是乔老师的一个早期的工作，2014年工作，这是非常早期的工作。基于这样一个摩尔市场呢，我们来求解它的摩尔能带。那么第二张图展示的就是这个摩尔能带。大家可以看到最上面这个能带，它可以用三角格子上面的紧束缚模型来描述。那么这个三角格子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这个市场的顶部它所形成的这样一个周期性的阵列。为什么是市场顶部而不是底部？因为我们考虑的是空穴型的载流子，所以它的低能的空穴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市场的顶部。
那么这个市场顶部呢，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有效三角格子。第三张图描述是这个在这个三角格子上面的一个万点函数。基于这样一个计算，我们就可以构建这个紧束缚模型。那么通过这个紧束缚模型呢，我们可以提取出它的这个跃迁的这个系数，称为 hopping parameter， 就是有 T1、T2、T3。可能有更多的，但是跟 T1 呢表示最近邻散热之间的跃迁， T2 呢表示次近邻的， T3 表示第三近邻的这个不同散热之间的这个跃迁的系数。我们这张图画的是这个 T 呢随着这个摩尔周期或者说这个角度它变化关系，当摩尔周期越大的时候呢 T 是越小的，这是非常容易直观理解的，就是两个散热之间距离越远，那么这个有效这个 hopping 呢它会越弱，而且这个 decay 呢这个衰减呢是一个指数型衰减的。同时我们可以计算投影到这个 one state 上面的这个相互作用它的一个数折大小，这个呢是在第三张图里面来展示的。这里面我们考虑的是一个被屏蔽的库仑相互作用，这个屏蔽呢来自于这个外面的这个 gate，称为电极。因为这样的屏蔽效应呢 U1U2 呢相比 U0 呢是比较小的，这里 U1U2 是 U0 呢是同一个 side 两个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U1 是表示当两个电在两个近邻的side 之间它们之间相互作用， U2 是一个更远的一个近邻的相互作用。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相互作用呢是随这个 AM 是一个power law 衰减的。因为这样一个不同的一个衰减关系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总是可以实现 U 远大于 T 的这样一个区间，因而我们可以实现这样一个 Hubbard 的模型。对于这样一个模型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我们用了一个平均场的近似来求解这个generalized Hubbard 的模型。那么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填充系数下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关联绝缘态，这里 nu 等于一呢表示每摩尔圆邦呢有一个空穴。在这个地方呢，应该这个地方的这个关联绝缘态呢是一个莫特绝缘态。我们还在一系列的分数的填充系数下面呢看到了一系列的关联绝缘态。那么这些关联绝缘态呢是被称为电子晶体绝缘态，或者是称为广义的Wigner crystal。我下面来介绍这些不同的填充系数。对于这个 nu 等于一的填充系数呢，这个呢是一个莫特绝缘态，因为有强的相互作用呢，那么电子每一个圆邦呢只能占据一个电子或者一个空穴，然后不能有双占据，所以刚好呢形成这样一个每一个散热一个电子的情况。那么剩下自由度呢就是这种电子的 spin 的自由度。因为这个 Hubbard 模型它可以被转换为一个海森堡模型，同时这个海森堡模型它的自旋的相互作用是反铁磁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120度反铁磁的莫特绝缘态，这是 nu 等于1的情况。对于分数填充呢，我们可以得到一系列的电子晶体绝缘态，比如说 nu 等于二分之一，我们可以对于每这AB 这一列呢我们占据，但是对于 CD 这一列呢我们不占据，然后下一列呢我们再占据，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每隔一列来占据这个三角格子。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条纹像，这个像呢它是由于这个 U1 的相互作用，就是近邻 side 之间它们的排斥相互作用，从而形成这样一个stripe 条纹像。对于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呢，我们可以每对于三分之一 nu 等于三分之一，我们可以每三个 set 呢填一个电子，那么这样它周期呢就自动扩大成根三乘根三的。同时考虑到它 spin 呢，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形成一个120度反铁磁的自旋的一个排列。那么最终考虑到自旋的这个效应呢，我们的周期就变成三乘三了。而对于三分之二呢，我们可以是每三个圆包填充两个电子。那么这个就自动形成了一个六角晶格，也就是 honeycomb 格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AB 呢是占据 ,C 是没有占据的。这样就自动形成一个六角晶格。在六角晶格上面我们可以也同时可以有反铁磁。对于四分之一同样的，我们每四个
set 呢填一个电子，就形成这样一个二乘二的一个周期。对于四分之三，我们每四个 set 填三个电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有效的 Kagome 格子。总结起来就是说，通过改变不同填充数，我们可以实现同样是在三角格子上面，但是通过改变不同填充数，我们可以实现不同的有效晶格。然后在不同有效晶格上面呢，这个我们可以实现不同有效晶格上面的一个电子的自旋的相互作用的模型。比如在四分之三这个填充数上，我们可以实现一个一个 Kagome 格子上面的一个海森堡模型。那么这个模型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它是有一个很强组合效应，所以它有可能呢可以实现量子自旋液体。好，这是我们的一个之前的理论工作。非常非常幸运的是呢，这些理论上设想啊看起来能够被实验实现。这里引用的是2020年两篇背靠背的 Nature 的文章。那么在这两篇文章里面呢，的确是观测到了在氯等于1氯等于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一个关联绝态。这一页展示的是一个更新的一个实验，同样发表在2020年年末发表一个实验。那么这个实验呢，他们采用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方法，就是称为一个 excellent sensing technique。通过这个方法呢，他们观测到了更多的关联绝缘态，不仅仅只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一，同时也在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五分之二、五分之三，甚至七分之一、七分之六都观测到了关联绝缘态。也就是说，这个体系它非常丰富。通过改变这个电子的填充数，可以实现一系列的关联绝缘态。好，这是第一部分。我接着讲，然后我们可以在最后来提问题。然后我下面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就是说是一个转角的同质解，就是称为 homobilayer。之前是一个第一部分的是 heterobilayer 两层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 homobilayer 两层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把两层同时考虑进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同时来考虑。第一张图呢展示的是时空间的一个时空间的转角体系。第二张图展示的是K 空间这个转角体系。这里有三个六边形，我一一的来介绍。这个红色六边形呢展示的是一层的布雷渊区，蓝色的六边形的展示的是另外一层的布雷渊区。它们之间有个相对转角，是因为在时空间这两层呢有个相对转角。而这个黑色的六边形呢展示的是这个摩尔的布雷渊区。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图，大家在转角石墨烯中呢也是经常看到这个图的。这是这个几何的结构，就是说这个 K 空间的几何结构。那么第三张图展示的是这个一个示意图，一个能带示意图。这两个呢，这不同颜色，蓝色红色呢表示不同的 valley， 不同的层，不是不同层，他们是在同一个 valley， 正 K 都是在正 K valley， 但是不同层。那么他们在 K 空间呢是有一个相对的移动的，都是这个抛物线型的这个色散，但是他们在 K 空间有个相对的移动，这个来自于这个布雷渊区的转动。这一个转动，这一个平移啊，动量平移非常重要，我后面会利用到这样一个动量平移。那么这些图呢是都是一些示意图。这个下面这个公式它展示的是这个体系它的有效哈密顿量。这里我还是把正 K valley 和负 K valley 把它分开来考虑。这个哈密顿量呢展示的是正 K valley 的哈密顿量。同时呢我只考虑跟第一部分一样的，我只考虑最上面的这个能带。也就是说我只考虑spin up。这两个能带分别来自于下面一层和上面一层，也就是说形成这样一个二乘二的矩阵。那么这样第一个一乘一的这一块呢，就这一部分呢展示的是下面一层，比如 bottom layer 它的哈密顿量，跟之前的跟上面的一个例子一样，就我们有一个负 p 方除以 2m 加上一个市场，但这里不一样是呢，这里有一个动量的一个移动，就有一个 k 减 kappa 正。这个卡帕镇啊表示的是我的动量的中心，
我的极值点，我的抛物性的极高值点移到这个看法站这一点的。而下面这一个方块呢，就是最下面这个方块呢，是对于另外一层它的哈密顿量同样是负 P 方除以 RM 加上一个市场，但是这里的它的动量呢也有一个移动，但是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移动到这个卡帕负这个地方。这两个卡帕表示是这个能带，这两层能带在动量上有一个移动，分别移动到了卡帕正和卡帕负。而对于这个非对角项，这个德尔 T 它表示的是两层之间的跃迁，这个德尔 T 呢是一个负数，就是它既有实部也有虚部。这个呢是对这个哈密顿量的一个更进一步的描述。这个体系呢是同质解，那么它具有一个D3 的点群，这个 D3 点群呢有两有至少有两个操作，一个是 C3Z， 就是绕着 Z 轴的三重旋转，以及绕着 Y 轴的两重旋转。那么这个 CPY 呢把两层有把一层呢刚好转到另外一层，因为这样一个操作，所以这个市场德尔 B 呢 XY 等于德尔 T X 负 Y， 就是这两层市场它是通过这个对称性联系起来的，是这样一个称为镜像对称性来联系起来的。同时这个德尔 T 的一个表达式呢在下面这部分。好，这样一个哈密顿量，一个二叉的哈密顿量，我可以用泡利矩阵来展开。这个泡利矩阵呢是在层自由度这个空间是描述这个泡利矩阵是描述这个层自由度的。那么这个哈密顿量可以用这个泡利矩阵来展开，泡利矩阵 XYZ 的这个前面的系数呢就可以定一个有效的层印自旋磁场，这个呢是就是德尔 R 它的 XY 分量呢是这个非对角项德尔 T 的实部和虚部，德尔 Z 是这个德尔 B 和德尔 T 这个市场它的差值。通过这个呢我就可以定一个印自旋层印自旋磁场。很有趣的是呢，这个层印自旋磁场它在时空间形成了一个四个名词称为 skyrmion， 这就是这张图来描述，这个彩色图来描述。这个彩色图有两个信息，一个信息是由这个颜色来描述的，这个颜色呢是表示这个 Z 分项的这个印磁场，而这些箭头呢表示 XY 分量。那么可以看到呢，这三个分量刚好绕着布洛赫球一圈，当你通过这个摩尔圆包一次的时候呢，这个德尔塔 R 绕着这个布洛赫球一圈，这个呢刚好就定义了一个 skyrmion， 就是用这个 layer-pseudospin 的这个 winding number 来定义的。这样一个时空间的拓扑的一个 skyrmion 呢，它有可能导致 K 空间它的能带也是拓扑的。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发现呢事实上我们可以构建这样一个拓扑相图。这个拓扑相图的横轴纵轴呢是这个哈密顿的两个参数，这里我不展开来讲了。这个相图描述的是这个摩尔这个能带，第一个摩尔能带它的阐述，在正 K 歪力它的阐述是多少，用这个来刻画这个相图。那么这个阐述呢可以是零也可以是正负一，零就表示这个能带是拓扑是平庸的，正负一表示这个能带是拓扑是非平庸的。那么在这个平庸区呢，很有意思的是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低能的这个摩尔能带，它的有效金额是一个三角金额，而对于这个拓扑区呢，它的有效金额是一个六角金额。也就是说这个时空间的这个有效金额和 K 空间拓扑啊是紧密相连的。这也其实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说对于一个三角格子，我们其实很难，如果只有一个轨道自由度的话，我们其实很难让它变得拓扑。而对于这个六角金额呢，我们可以考虑各种各样不同模型让它变成拓扑。比如说这个最有名的这个好带模型，我们可以让它变成拓扑。事实上我们的确是可以把这个能带把它用这个好带模型来描述。
这一个呢就展示的是具体展示这个能带是什么样子。上面就我们关注的是上面两个能带，然后这个图呢画的是在正 K Valley 它的这个摩尔的能带，我们关注的是最上面的两个。那么最上面两个呢，它一个带有是正数，阐述是正一，也是带有阐述是负一。那么这里取的这个参数呢是落在这个拓扑的区域，然后我们得到这样一个能带。这两条能带呢它可以用一个六角晶格上的紧束缚模型来描述，也就是我们发现它这个紧束缚模型啊刚好是好带模型。那么这个好带模型在六角晶格上面有两个子晶格，这个紫色的子晶格和这个绿色的子晶格，这两个子晶格呢刚好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层，它来自两个不同的层。然后因为这两层呢它有两个不同的这样一个动量的移动，这个动量的移动啊是可以有效的看作是一个规范场。那么这个规范场呢就导致这样一个跃迁的这个相位，这个 E 的 I5S 这样一个相位，这相位刚好就是好带模型里面的那个相位。因为是这两个子晶格来自于两个不同层，两个不同层又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动量的移动，所以这两层感受，这两个子晶格感受到的是不同的有效的这个 flux 或者是 gauge field， 所以这个模型呢刚好可以用好带模型来描述。这个是一个 valley， 我们有两个 valley， 所以这两个 valley 呢有时间繁衍联系起来的，那么整个体系呢就可以用 Kane-Mele 模型来Kane-Mele 模型来描述。也就是说量子自旋霍尔效应来描述。刚才我提到就是说这两个 site 它有效来看是来自于两个不同层，那么我如果对于在这个体系上面加一个层间的电场，那么就可以把这个层的简冰度打开。然后我们知道在好带模型里面，如果我们有一个 AB sublattice staggered potential，我们就可以让这个拓扑项变成非拓扑，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调节电场来实现一个拓扑到非拓扑的转变，也就是说这个项图来描述的。在没有外加电场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拓扑项，加电场之后呢，这个体系就变成拓扑平庸的，也就是这个体系它的拓扑是有可能通过外加电场来调控的。同时呢跟第一部分一样，这个体系也其实也有很强的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能带非常的平，所以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啊可以比这个带宽更大，所以可以导致光电矩阵态，比如在氯等一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实现一个谷极化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当然这个态呢它有可能跟其他的态来竞争，比如说charge density wave 或者 spin density wave， 这是氯等一。氯等一二呢也可能至少有两种竞争态，一种是这种量子反常霍尔态，一种是反铁丝的莫特矩阵态。这里氯等一二表示我的 frame 里面在这个 gap 里面。为什么是氯等一二呢，是因为我有两个 valley， 所以如果我的 frame 在这个地方呢我需要两个空穴每摩尔圆方，所以是氯等一二。好，这是上面的一个上面的一个理论的预测。有问题吗？现场有问题吗？我们这边在那个线上是有几个就是对那个对你那个前面那两个部分相关的一些问题哈。好的，我可以回答一下。对我来这边来陈述一下，就是第一个问题是对于架带全部填满的绝缘系统如果我把这个转角放上去之后呢，它还会产生什么关联效应的物理吗？就是如果把那个架带全部填满，就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简单来看是不会有关联效应的，就因为我都填满了，那么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半导体。对，就是说如果我的费面不在这个里面，不在这个红色线里面，而是在这个地方，那么
它简单来看是不会有关联效应的，就是整个体系还是一个半导体体系。只有当我的肺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小能很小这个能带部分填充，那么在这个能带里面这些空穴可以有相互作用。对。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样来看待在同质抑制节中WSE2 的实验研究很多，而MOT2 以及 MOS2 的体系这个相关的实验比较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我想这是其实是一个材料学的问题，就是说哪些材料它在实验上更容易来实现这些物理。对，就是我没有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说可能这跟具体的体系有关，就是哪些体系它的质量更高，这个有关。对。哦，他那个下面那个问题可能也和实验比较相关啊，他是就是是紧接着上面问的，他问是在那个实验中样品和电极间的这个欧姆的这个接触啊，是不是会有比较大的效果？就这可能也是和实验比较相关的。对对对，我的了解是我不是专家，我了解是它是有很大影响的，就是说这些实验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做，对，相比于石墨烯而言，对，就它会存在实验上的一些挑战。OK， 那个下面可能是一个比较偏 theory 上的问题，他是说就是如果我们从 theory 上去看的话，就是因为呢就是现在在这个转角情况下，我们看到超导，就是我们在那个转角石墨烯里面是有的，那么在那个转角的TMD 里面，就是在实验上也还没有看到有这个超导，然后他们的就是如果在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有平带会出来的话，里面是否可能会有这个superconductivity 的这种行为或者是现象这种的。对对，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大家可以构建各种各样的理论来，就有可能有超导，就是说这种平带就然后有相互作用，然后有可能有超导，但是我想超导理论本身是不是那么就是说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就有各种各样的近似，就是说大家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理论，但是目前而言还没有看到，但是希望是能够看到。对啊。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就是刚刚第二部分讲的就是在那个就是和那个层相关的那个焰自旋，这个问题是就是对应于这种焰自旋的这个自由度啊，它是否有对应的那个 magnon mode， 就是说如果要是把这个 delta 啊，就是这个 delta t 就是 delta 大 t 以及 delta b delta 小 t， 如果要是有一个 time 的一个degree 在里面的话，是不是有一些那个magnon 的那个 mode？ 我的理解是没有，因为这个焰自旋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自旋，所以是我相当于我人为构造一个东西，就是我的理解是这个不对应一个 magnon。OK， 这个又加了一个，就是又有人在现场问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转角的情况下，除了它这个除了就是它在平带下会有一些和这个疏运相关的物理的这个性质，就是和这个就是这个性质和那个没有转角可能会不太一样哈。那么除了这个疏运性质的这个区别之外，就是在这个转角情况下，它的光学性质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这个效应？对对，非常好的问题，我没有时间讲，就是说的确是的，它的光学响应会发生变化，就它的 axon 它的能 axon 自身有个能带，它自身能带也会发生变化，那么就是在光谱上会表现出叫所谓摩尔基子，所以就是说有一系列可能原来是一个峰，这一个峰可能会劈裂成多个峰。对，是有可能的。对，而且的确实验上也看到了相应的现象。对对，那我想就是这个问题答案可能也能回答，就是前面就是相关那个问题，就是把那个架带全部填满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是的，就是尽管是全部填满，但是它那个从那个机子出来，我们也还是可以看到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物理的。是的。OK， 行，那我们就再往下听，是不是还有最后一个部分？还有最后一部分啊，非常感谢大家，就是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对。好，我接下来是讲一个更加近期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呢，是实验上的一个非常重大进展吧，在我看来，就是说，这是这个康奈尔的小组，就是善吉和 Kane-Mele 小组，然后
前面两位作者呢，分别是李天星和江胜伟，他们现在呢也回到了国内，在上海交通大学。这个实验呢，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同时也是很意外的一个实验。那么他们考虑的体系呢是这个 AB stacked MOT2WSE2。这个 AB stacked 就是说这两个之间呢它的转角是180度。然后但是他们两层有不同的晶格常数，所以假设他们的转角就是严格180度，但是因为这个不同晶格常数啊，可以导致这个摩尔超晶格，这是这个示意图展示的。那么这个体系呢，看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在比如我们先看氯等一，那么我们看到这有两个轴，一个是电场，一个是 filling factor。 如果我们固定这个 filling factor 氯等一啊，我们来调这个电场增大，首先在这个区域呢，在这个小电场区域，这个体系是一个绝缘态，因为它是氯等一，那么这个绝缘态呢，很自然的一个解释是一个莫特绝缘态。但是大家在这个区域，当电场超过一个临界点之后呢，这个态呢就变成了一个称为量子反常霍尔态。也就是说，通过调节电场，可以实现从一个观点绝缘态，一个真正的绝缘态，到一个量子反常霍尔绝缘态的一个转变。这是氯等一。在氯等一二呢，也看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氯等一二，在低电场下呢，看到是一个绝缘态，然后这个绝缘态呢，它的能系啊慢慢的关闭，然后呢又重新打开。也就是说，在这个体系呢，有一个电场调控的一个相变，在氯等一和氯等一二呢都看到了一个相变。氯等一的这个呢效应呢是最显著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下面这两张图啊，展示的是这个量子霍尔效应，它的量子霍尔效应就是 Rx1 随这个 B 的一个变化，在很低温度下 0.3K 下呢，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量子霍尔效应，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就是它的 quantization Rx 的 X 的 quantization 呢非常好，然后这个效应呢可以持续到 2K 左右，这对于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就目前的现状而言呢，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温度。这是一个更进一步展示，这张图展示的是改变电场，这个体系呢有从一个莫特绝缘态到量子反常霍尔态到金属的一个转变。这一页展示的是对于这个体系的DFT 能带计算，这个计算呢是负量 MIT 的负量小组做的，这个计算其实是我个人看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们能够解决，因为这个体系它的原包啊至少有上千个原子，对于这样一个很大的体系呢，他们依然可以来进行 DFT 的计算，同时呢来分析里面的拓扑相变，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这是这三张图，三个能带分别展示在零电场情况下的这个零电场情况下以及有限电场情况下它的能带结构。在零电场下呢，这个能带是拓扑平庸的，在这样一个 critical 的 D field 下面呢，这个能系可以关闭，在这个布利恩区的这个顶角上面这个能系可以关闭，然后过了这个临界电场之后呢，这个能系就打开了，那么这一个过程呢就伴随着一个拓扑相变，也就是说这个体系可以从拓扑平庸去变成拓扑非平庸的区域。这一个呢其实跟我第二部分讲的是直接相关的，我在第二部分讲的呢是一个homo bilayer， 那么他们两层之间呢没有这样一个 band offset， 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拓扑区加电场呢，我们可以让这个体系变得拓扑平庸，但是对于这个 heterobilayer， 我自然就有一个 band offset， 相当于我初始的时候我就是从这一个有效来看呢，从这样一个有效的VZ 出发在拓扑平庸区，但是通过加电场呢，我可以减小这两层之间的这个 band offset， 我可以从这个方向来出发，从这一点出发，然后我加电场啊，让这个体系变成拓扑，也就是说这个体系跟之前的 homobilayer 它是
物理上其实是很类似的，只是这个体系不一样，所以电场的效应呢也不一样。我们对这个体系呢做了研究里面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因为前面这个呢还是一个低性原理的能大计算，它并不能直接的解释这个，比如说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但是它已经给出了很多信息了。我们基于这个能大计算呢，构建了有效的低能的有效模型，就跟我们的同质节的有效模型是类似的一个模型。然后我们大致上能够重复低性原理的能大，那么这是一个有效模型给出了能大计算。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的确是在一定的电场范围内呢，它能大就上面这两个能大，它是阐述是非平庸的，一个是正一，一个是负一。那么这个两个颜色，这个橘色、蓝色，表示我的这两个能大分别来自于正 K value 和负 K value， 它带有阐述正一和负一。如果是幂等于二，表示我的费面在这个附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体系啊，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绝缘态但是呢，如果我考虑库仑相互作用，我把库仑相互作用考虑进来做一个平均场近似呢，我们发现这个库仑相互作用可以在幂等于二这个地方打开一个能系，也就是说库仑相互作用可以让这个体系在幂等于二的时候呢是一个真正的拓扑绝缘体，或者是这种称为量子自旋霍尔绝缘体。这是这个体系里面它的库仑相互作用的效应在幂等于二的时候。如果我们来考虑一个更一般的，这两张图啊是在一定参数下给出来的，如果我们考虑一个更一般的参数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张像图纵轴是 epsilon， 是 epsilon 越大呢表示 epsilon 是这种介点常数， epsilon 越大呢表示库仑相互作用越小然后横轴是这个两层之间的一个电场，这个来调节两层这个能带的这个 band offset 在 VCT 非常负的时候，就表示比如说没有电场的时候呢，这个体系呢是拓扑平庸的，但是过了一个临界值之后呢，这个体系就变成拓扑的了。好，这是幂等于二的最有趣的呢还是幂等于一。幂等于一呢，我们同样考虑库仑相互作用，然后考虑了一系列的相互竞争的态，那么我们得到这样一张像图，这个像图的横轴纵轴上面是一样的纵轴还是 VCT， 表示这两层之间的这个 band offset。纵轴呢是这个介点常数 epsilon 越大相互作用呢越小在这个像图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有至少有1,2,3,4,5个态。那么这通过如果用拓扑来分类的话，这五个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拓扑平庸的，一类是拓扑的拓扑平庸是这种 SDW1,SDW2,SDW3,FMX。这个 SDW1,SDW2,SDW3 表示在时空间的这个 spin 呢形成了一个120度的反铁磁然后他们是这个区别，内部区别就是 SDW1,SDW2 区别呢在于这个120度反铁磁它是怎么旋转的。比如说对于 SDW1， 我沿着这条线来走呢，这个自旋是比如这个自旋大家看，从这一点到这一点到第三个点，这个自旋是顺时针旋转的。而对于 SDW3， 我沿着同一条线来走呢，这个自旋是逆时针来旋转的。这是 SDW1 和 SDW2 的区别。然后 SDW3 呢是这个电荷在空间上有一些重新的分布。对于 SDW1 和 SDW2 而言呢，这个电荷主要集中在这个绿色点，而对于 SDW3 呢，这个电荷呢就被分配到了这个绿色点和这个橘色点上面，就是说这个电荷在空间上可以发生重新的分布。其实这个并不难理解，就是说因为我调这个电场，我的这个 potential 它的形状可能发生了一些改变。然后这是前面的三个 SDW， 而 FMX 呢表示我的spin 都朝着面内的同一个方向，所以是一个铁磁态。那么这四个态呢都是拓扑平庸的，但是在中间这个区域，像一个这个蓝色区域像一个湖一样的一个区域呢，它是一个谷极化的成卷体。所谓谷极化，就是说我有两个谷，正负 valley， 我可以只占据其中一个 valley， 然后这个时候它的 phase factor 是一这是一个
在 mean field 下面，在平均场下面是一个被允许的态，这个态呢是平均场的一个解，然后这个态呢在通过调电场，这个态它自身可以发生一个拓扑相变，当这个电场，当这个 band offset 是负的时候，很大的一个负值的时候呢，这个 valley polarized state 呢是拓扑平庸的，而超过一定的电场的这个态呢就变成拓扑了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得到的一个valley polarized chain insulator。好，这是对这五个态一个描述。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如果我们看它的这个能系，这个 charge gap， 我们画一条线，我们选一组参数，比如我们把 epsilon 固定到15，然后沿着这条线来画它 charge gap， 我们发现它 charge gap 呢是不连续的，就是说因为我的这些相变都是一级相变 first order transition， 那么它这个 charge gap 可以在这个相变点呢是跳变的，这是这张图想主要展示的。这是氯等于一的，这是我们的结果啊，可以定性上解释这个实验。包括这个氯等于二的这个像图，包括氯等于一的这个莫特态到拓扑态一个转变，这些都可以描述。我们是做理论的，我们除了解释实验，我们还想预测一些实验。那么我们在氯等于三分之二呢，我们预测了一个，同样预测了一个拓扑态，那么这个拓扑态呢是一个拓扑的电荷密度波，就是说一般大家认为电荷密度波就是电子在空间上重新分布了，它一般是一个拓扑平庸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特殊体系呢，我们发现这个电荷密度波啊，它其实也可以是拓扑的，在三分之二呢，这个其实跟最上面最前面讲的那个电子晶体其实是直接相关的，在第一部分的那些电子晶体啊都是拓扑平庸的，但是因为现在我有两层的这个层自由度呢，这个电荷晶体它也其实也可以变成拓扑的，就是说我这里展示两个态，两个相互竞争态，一个是 AFZ honeycomb， 一个是 FMZ honeycomb， 它们的电荷在空间上都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六角晶格，就是我原来体系是三角格子，但是因为通过形成这种电荷密度波，我可以实现一个有效的六角晶格，在这个六角晶格上面，如果我的自旋排波是反体次的，那么它是拓扑平庸的，但是如果这个电荷这个自旋排波是铁磁的，它有可能是拓扑非平庸的，那么这个体系呢我们就称为拓扑的电荷密度波，这是我们预测的一个实验。总结一下，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值得研究，就比如我们预测是 homobilayer 可以是拓扑的，但实验上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迹象，这个是为什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我想这些都值得研究。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实验上发现了一个抑制节，这个抑制节呢可以是拓扑的，那么还有没有其他抑制节可以变成拓扑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这里面有没有可能实现分数的成绝缘体，就是我们预测是分数的电荷密度波，这个还不是分数成绝缘体，分数成绝缘体的阐述啊是分数，我们的阐述啊还是整数，我想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最后一个大的一个总结就是说，这个体系呢它是一个非常可控的一个量子模拟器，就是可以模拟 Hubbard 模型，也有可能模拟 Kane-Mele 模型，然后这里面有一系列的非常丰富的量子项，包括这种拓扑项，比如说 quantum spin hole quantum valley hole， 然后之前有人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它的激发有没有有趣的效应，的确是的，它这里面可能有 Moiré 的 axon， Moiré 的 platon。 最后呢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谢谢大家。感谢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报告。我想先问一下那个现场是不是有问题，吴老师好，就是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您在那个第一部分讲是那个有不同的这个填充数的时候，它形成的晶格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一个形成构成这种晶格是不是有什么规则吗？在这里，
有规则，对，就是说是有规则的，就是说它既有数学上规则，也有物理上规则的。比如数学上你怎么找到一个，比如说三分之一，你要找到一个根三乘根三的结构，对吧？就是要找到一个称为 commensurate 的结构，就是说三分之一你要找到一个根三乘根三结构，五分之一你可能要找一个它周期是原来的五倍，对吧？其实这不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就比如说你想在一个三角格子上面，你怎么找它原来的找到一个圆包，它的面积是原来的五倍，对吧？就是这样一个，这首先是一个数学问题，其次是一个物理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找到一个能量，找到一个态，它的能量是稳定的，对。就你可以想一个问题，对吧？就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五分之一你怎么找到一个圆包，它的面积是原来的五倍，一个扩包吧，就是你怎么选一个周期，对。这我要是可以挑一个圆包，它的周期正好是需要的话，那我想问，就是这样子的挑法是唯一的吗？还是说我可以有不同的办法？不是唯一的。那就是说还需要比较不同的挑法间哪个能量会更低一些？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有两点嘛，一个是数学上的，你怎么找到一，可能有很多方式，对吧？但是你找到一些最有可能的，然后你再比较能量，对。OK， 我们在那个线上还有一个英文题的问题，我们先把那个答了，因为那个问问题的人说他可能不太能听懂报告，我们先把他答了，就是让他不要太无聊哈，我来用那个英文说。Can you please explain that how can we confirm the topological phase? So the only thing is bands overlap or any other fact is also we can consider. Okay, so the question is, let me repeat the question. Can you please explain that how we can we confirm the topological phase? So theoretically, we can compute the topological number, the Chen number, for each valley. And this is how we determine the topological phase, theoretically. Experimentalists can measure Hall conductivity or Hall resistivity or Hall resistance as a function of magnetic field. And this is how they confirm topological phase. I hope the people who raise this question is satisfied. Okay, I see no further question from him. So from let's try other questions. So 这个问题是就是前面第二部分提过的那个焰磁场，它是否有破坏时间繁衍？对，这是很好的问题，就是我的焰磁场它是在一个 valley 定义的。其实我有两个 Hamiltonians， 就是我每个 valley 有一个 Hamiltonians， 对每个 valley 我可以定一个焰磁场。就是我其实有两套焰磁场，这两套焰磁场是有时间繁衍联系的。我现在展示是其中的一套。对。然后就是在抑制节的结果里面，两层之间抑制节的这个转角的精度不够高，转角精度的要求是否会比较高？这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其实他们做实验为什么选择这一个，因为有很多很多组合，但是实验上为什么这个组合最终胜利出来了，就是胜出了，就是因为我想，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晶格常数有个相对差异，一个较大差异，就是百分之几的一个差异。那么因为这样一个差异呢，它对转角就没有那么敏感的，就是本身就有这样一个摩尔超晶格，这个摩尔超晶格对于转角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敏感的。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现场是否还有别的问题？那个如果没有的话，那我来再提一个问题吧，就是我看就是和这个转角石墨烯以及这个TMD 材料转角以及这个铁磁之类的
转角呢，就是相关的这个理论研究是很多的，就是好像是有了这种平带，就是说这个带宽只要变窄之后呢，就可能会产生就是各种各样的像。我就是比较好奇，就是像就是比如说像你的这些科研成果里面就是这些各种不同的像，就是用什么方法来找它，就是基本上我想大概是想问就是说对于这些不同的像，我们是否有一个更一般化的一个guideline， 就是一个原则，说我们只要做到什么，我们一般会期望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这些拓扑像，或者是一些别的关联物理会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我想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答案，就是我想还是基于经验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知道在一些极限的情况下呢，我们知道一些比较严格的结果，比如说对于氯等一的这个，我们知道一个简单的三角格上面的海森堡模型，如果 U 远大于 T 呢，它可以被很精确的把它转化为一个海森堡模型。那么这个海森堡模型大家认为呢，如果只有最近邻的这个磁相互作用这种交换相互作用呢，那么它是一般是反铁磁。就是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在一些极限下我们是知道它的这个基态是什么，然后实际的体系肯定是远离这些严格可解情况，但是我们可以以这个作为一个参考来构建我们的多体的基态，多体态吧，然后来比较这些不同态之间的能量的差异，来构建我们的像图。就是说一方面是一些严格的极限情况，一方面还有一个实验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指导。对，好的那个我们来问那个最后一个问题啊，是线上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让吴老师稍微歇一下。那个最后一个问题是问一下，就是刚刚提的那个分数层绝缘体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物象，然后为什么层数可以分数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可能没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解，就是说这个来自于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就是说大家知道就是有整数量子霍尔效应，然后有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就是说它的可能我说的不严格吧，我可能不能说是整数是分数的，我应该说它的霍尔电脑是量子化到分数的，然后就说它的粒子有一些分数化的表现，然后这个是我没有一个非常简单直观的一个解释，就是这是一个更加奇异的项，就是说它需要更苛刻条件的实现，就是相比于量子反常而言，它需要更加苛刻条件的实现分数成绝缘体。我想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好，那让我们再次感谢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报告。好，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